手安尼吼，这样呢。红是红，拢全青的嘛。红啊，全青。土气不能这样叫，土气。老师甲状腺失调是要按哪里？没有，因为他甲状腺失调哈，然后他这里都硬的，他这里都硬的，他这个都硬的，你也硬的啊，你也硬的，对吧？哈，正常来讲，一个伊安尼敢那一个，卖落去，一个南洋平原有无？安尼，一个鼓起来，安尼一个南洋平原，一个盆地啦，一个盆地搁有斑，对吧？一个盆地搁有斑，正常袂使安尼啊，正常几岁就是几岁，哈，一个袂使啊高，一个上高啊，一个上高就是一天无困，然后拢困无好，堆积起来正常。睡不好，还是甲状腺的。睡不好，甲状腺我也引起睡不好啊，一定的、啊，就是连带关系。甲状腺新陈代谢科嘛，新陈代谢问题。今天你看这个，今天把它打开，它是没掉，没掉。特别的发，会分光，会出来，出来了哈。平常不流汗。对啊，没掉，不流汗有几个意思？没掉的。无时间运动就当无运动，当然不流汗。啊，不流汗，没毒素。第二个，我刚刚讲不流汗，还有就是营养不良。他的情况还不太像营养不良。营养不良不流汗，就是你说曾经有开过刀，然后营养都不充足，然后体内有好多的缺口，所以呢，他根本血液在身体都不够用的，哪来的汗水啊？五告供应成为汗水嘛，所以鬼还在体内使用的五告用啊，所以会头晕嘛。啊，你的情况不太像，你的情况是跳舞的，爱运动啦，爱运动，像这个都不太。工作好久，其实是劳动，啊，是劳动，不是运动。啊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睡眠最重要，对，要晒阳光，晒阳光。
上来拿两单，然后我们来第三单，我们会不好，像你这样这样子。你是叫做瘦子的胖子，哇，这样看起来瘦，但是瘦子的胖，瘦子的胖，所以你这个可以变成单手，然后双手的手，无力的，所以我们就我们就是说，我觉得大概中线就。以上的我进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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